吉安乡台湾驰名盛世，敦请琼珠仁波切在吉安乡永兴村的驰名盛道场举办为期两天的法会，欢迎信众们把握机会一起来参加，为花莲祈求平安顺利。花莲县吉安乡永兴村复兴一街500号的台湾驰名盛世，特别邀请琼珠仁波切16号和17号为期两天的连续七句请经文十万字会公法会。另外，台湾驰名盛世正进行筹划增建23楼的建筑空间物，也希望信众大德能够共享盛举来完成这项功德。阿弥陀佛，大家扎西德勒，我们今天这里花莲驰名宫有办法会，为了这个世界平安、台湾平安，还有今天的目的地呢，我们庙里面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大佛像。说这个游到这个二楼，为什么现在我们有盖这个庙？说这个主要是这个法会是今天的法会是为了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们驰名宫，这个我们的这个 family 大家团结，大家大喜得嘞。驰名城就是密法的三个成就之一，本尊的咒语象征着本地的风光，密宗行者诵念本尊咒可拉近自己和本尊的距离。照理说，密宗行者咒念越多，应该越来越像本尊，越来越亲近，越念越光明，越念越吉祥，不仅消灾解厄，还会增长福分。也欢迎花莲乡亲和信众们能够前来祈福，祈求花莲能够平平安安。记得中文节上不到